我刚刚掉那个鞋是不是大家看不到？哎，刚给我花钱的哥还在，他叫什么名来着？大哥，我再给你掉一下啊，再。我由于我直播间很少有这种，所以我们要服务一下好吗？可以了吧，哥哥？没关注的话关注我一下啊，哥哥们，我今天就真的是，我有一台流量密码的车，他不在，他如果在了的话就好了，但他不在，这笑成鹅，人来疯，给我死出去！我袜子到底哪儿破了？哦，是这儿是吗？好了，今天晚上又不用洗了，直接可以扔掉了，家人们。大家左上角福袋，你看，你就说主播这工资是不是不高？每天都不能实现袜子自由，就是还要洗一洗。边，咱这边是上汽大众海安长江 4S 店啊，我们的一个位置呢是位于这个江苏南通海安，是在我们的火车站往南，从火车站往南边走的话哈，哪个是我个人哈？榜一。榜一，汤圆是只猫，是小雅啊。汤圆是只猫，是小雅的另外一个号，嗯，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号的话，我们之后会记录我们家圆圆的一些生活的一个日常啊。榜一，榜一是主播啊，你可以关注一下啊，感谢关注。嗯，那我们上汽大众的一些车型的话也是蛮多的，康乐啊、朗逸啊、零度 L 啊，你是个假粉丝，是的，你是个假粉丝，康乐啊、零度 L 啊什么。这边那就不能上福利了，因为你们没点赞，给你们也看一下吧。这个漆面高跟鞋真的很美，我觉得漆面好吧，漆面然后细跟尖头高跟鞋真的特别美，我特别喜欢这种高配加15.5万选装箱。一美安帮你看一下，你首付要付多少呢？大概要付多少首付呢？最低20%哦，最低首付是20%，你要付多少？你是要按最低首付，然后分5年，还是要付高一点？私信我吧，我叫。加完选装包就是20万零800，20万零800哦，加完选装包20万零800，然后木有优惠哦，补贴的话呢大概3000左右，如果还没有结束的话。因为我最近没有上去看，我不知道补贴还有没有，可能没有了，因为补贴它是有限的，我不确定。猜头咱捡到，嗯，哦对不对啊？猜头来给大家猜头。OK 啊，来。来，没有给兰点关注，咱们点点关注好不好？就这个车是不是？想看美女是不是？想看美女的话，咱们把这个赞赞给主播点点，好吧？再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是东风标致中旭直播间，湖北、湖南、河南三省回的账号。想买车、想购车，直接找兰兰，好不好？能给他的优惠力度全部给大家安排到，不能给大家安排的也给大家安排到啊！优惠全国只有优惠，还是说只有湖北省？你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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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呀？当当当当，我们只知道哇呀哇呀哇啊，家人们。我们只知道哇呀哇呀哇，当啊当当当当是什么东西啊，家人们？当当是什么东西啊？来，没有给兰点关注，咱们点点关注啊！咱们把这个赞赞给主播抽抽好吧。再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是东风标致中旭直播间，湖北、湖南、河南三省回的账号。想买车、想购车，直接找兰兰，好不好？大家还有什么想看车型，也可以扣在咱们那个公屏上啊。卖马管的大男孩是不是？卖大男孩怎么了？嗯，新508新。你不用一直在，你把一只脚放上面就可以了啊。但是你说的我都听不懂啊。你把我们事都踩远了。踩啊，一只脚踩他身上就可以了啊。
没有啊，家们。OK， 就这样，没有啊，只是这个狮子啊，母狮子的地位要比公狮子要高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咱们就是说啊，兰兰要踩到他身上啊。主播还坚持踩背嘛？对啊，坚持踩背啊，家们，咱就说给大家踩背好不好？来，没有给兰兰点关注，咱们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好不好？小风车里转转，喜欢什么就行，咱扣在咱们那个公屏上好不好？现在不就在给大家踩背嘛，家人们？啊，咱还坚持踩背，对不对？一天打两份工啊，一天打两份工。来，没有给兰兰点关注，咱们点点关注，好吧？咱们把这个赞能给主播戳一戳。再给大家说一下，咱们是东风标致中区直播间，湖北、湖南、河南三省会的一个账号，三省会的一个账号。等下狮子要被你我给熏死了，不至于啊，家人们。艾特一下，艾特一下主播的名字。三克油，三克油。不知道的兄弟们去关注一下。是的，有些说什么妖哥打去了，妖哥，妖哥，你不知道咱的号吗？妖哥，你在主打一个场控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从自己什么角色了，妖哥，啊，妖哥，自己的定位还没摆正是吗？啊，场控你知道吗？咱的家人们，家人们要场控一下啊。梁山好汉，对了一个字啊，对了一个字。有人来抢人吗？所以屏蔽吗？也不是了。咱们这几个人还怕别人抢吗？对不对？直播间千军万马。千军万马，别人抢不赢。不是说有人来抢了了，是说，反正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，主打一个护犊子，知道吧？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。这不是惯例吗？对啊。大家都这样，咱们也得这样，是不是？大家都这样。显得咱们有逼格一些。这样显得咱们直播间好像很多人一样，知道吧？对。主打一个装。